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的特别节目，2014的救赎，其实是整个2014的事件的大回顾。在2014的大的事件回顾当中，非常重的一笔是香港占中，这是非常重的一笔。那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在中国的事情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基本上，比较注重自己所偏爱的，或者说自己的专业，或者是自己所居住的地区，把它单一化、固定化，就是，香港就香港了，这个台湾就台湾了，那新疆爆炸就新疆爆炸了，这单一化去看。那今天在我的眼睛里已经不是了。既然打斗的双方是中共现任的最高领导人跟过去的最高领导人，那一定是以整个中国人，而中国的现实呢，又是走遍全球啊，说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那也就变成了他的战场，相互打斗的战场是世界范围的，出的事情也就是世界范围的，那力量的双方的做法操守也非常直接，非常简单。我说直接和简单，就是今天没有权力的一方，我说没有权力的一方，就是不是现在主政的一方，一定想办法挑起事端，让今天主政的人倒霉。主政的人只要稍微有偏差，当抓住机会之后，属王八的咬上就不放。那我们也知道，上期节目当中我提到一系列的新疆发生的事情，而其中在4月30号。新疆这个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的爆炸，在陈破工的眼睛里就认为是有人在害习近平，那也就造成了接下来的时间里习近平可能要走背字儿，哎，这保不齐的事儿啊，这当时出的事情。30号的事情，乌鲁木齐发生火车站爆炸之后，那在上海滩一个多星期之后，出了另外一件悄没声的但非常清晰的事件，曾庆红露面。网上我们看到是香港的大公报是这么报，曾庆红在上海以私人身份参加活动，韩正、江绵恒陪同。他讲说，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昨天在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以及上海科技大学校长江绵恒的陪同下，参观了上海的韩天恒美术馆。大公报是中共的党报，在香港。那香港我们知道，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做文化部的特派员，被他哥哥弄到香港去啊，中间搭上钩，这很正常的。那大公报，巴不得拍这马屁呢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不是其他媒体报的，而是大公报报的。人家什么意思呢？内线，而报的内容却是冠冕堂皇的，对吧？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上海市现任政治局委员，在上海的现任政治局委员，这个书记韩正的陪同下，在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的陪同下参观的私人活动啊。我记得当时那期节目我说了，曾庆红绵里藏针的人，不露面的人，跟江泽民狼狈为奸，狼在先狈在后，但当他露面的时候他就死定了。这就是我当时说的，黔驴技穷，这头驴四条腿没了，连尾巴都没了。但是他是挑战，做了最后一搏。什么意思？韩正上海帮，江绵恒江家父子跟我曾庆红是一体的，跟你习近平玩命。那这就是当时曾庆红出露面的概念，非常直接，非常清晰。正规媒体没报，但所有人都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很吃惊，
然后转载，转载都是来自于大公报。Inspired by an ancient culture, mesmerizing, vigorous physicality, beautiful, a nimble master.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Shen Yun presents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Experience the divine. Experience Shen Yun. For tour dates and tickets, please visit shenyun.com. 一个星期之后，江泽民露面。德国之声当时的报道，5月21号，报道说江泽民再次现身，与普京会面，而内容却来自于俄罗斯之声。普京与江泽民在上海会面，江泽民表示中俄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相反有很多完全有决心实现的计划。那江泽民与普京会面引发了外界猜测，用意何在？所以谁给习近平捣蛋？一直是蛤蟆，没别人。什么这个令计划，这都是狗熊掰棒子瞎掰障眼法，捣蛋的是他。所以曾庆红在先，江泽民在后。而江泽民见普京是透过后来的消息，我们当时的判断，我说这应该是江泽民跟普京之间有的内线的联系，把习近平吊起来，玩习近平玩的习近平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所以后来消息拿出来了，这张照片，他们见面的照片，是俄罗斯普京总统办公室拿出来，反过来要求习近平来同意这件事情。那当时德国之声的报道讲说，实际他们会面的消息最先是由学习粉丝团拿出来的，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这是跟习近平有关系，是20号晚上6:38拿出来的，那后来被大家伙转发。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实际真正的消息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总统办公室。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现在反过来看这条消息，就明白了，当时的学习粉丝团或者说习近平自己身边的人不愿意让这件事情弄反喽。什么叫弄反喽？会让人意识到习近平被江泽民垂帘听政，江泽民露面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一句话，我可以不尿你习近平，我见普京，我让普京要求你答应这件事情，你就不敢不答应，咱看中国谁说了算。哎，这个就是硬碰硬的。然后这篇文章里就提到，普京与江泽民的会面应该得到了习近平的同意，这是所有人当时猜测的内容。那我们当时曾经跟大家讲过，江泽民是克格勃的特务，那普京是克格勃的官，人家有内线，人家是一伙的，从一个单位开工资，有工资条的，所以就内线了。所以我才说，当时我说这是江泽民在玩习近平，故意寒碜他。那故意寒碜他玩习近平目的是什么？对他发起攻势，整合整个江家的人马，上海帮的力量，加上曾庆红对他发难。所以这是我们当时跟大家讲说，我说一定会出事的，下个月一定会出事的，6月份结果就出事了。这是我说一定会有的看，你不信看看当时的今日点击。江绵恒见完曾庆红在先，然后他爹老蛤蟆露面，然后江绵恒扭脸又去陪同习近平。南华早报26号的报道，江绵恒陪同习近平考察上海，这话说的大，搞不好就上趟厕所尿泡尿的事功夫。但是报道时候说陪同江泽民陪同习近平视察上海，也就是他一直在身边的。拍马屁的人，我跟你说，没跟你说，有时候抬轿子比那个坐轿子都可恨。但什么意思嘞？整个江家帮
上海帮曾庆红合伙要吃死习近平。这就是我们当时跟大家介绍的场面，这是我拿出来当时的报道都有喽。所以这是五月份发生的事情，整体的事情。在这样整体的事情发生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6月10号刘云山主持的国务院什么港澳办公室的什么什么东西拿出的香港白皮书，挑起香港事端。所以整个香港事件是从5月14号曾庆红露面开始，摆出这个阵势来吃习近平，吃掉整个今天主政的人。那我们回头再看呢，唯一习近平庆幸的，看来习近平确实信命。在12月初战中清理之前，习近平鸦雀无声，就不表态。而真正对香港事情出手的，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就出手了。所以盘子比较大，玩的命也比较大。那当然了，在我的眼睛里，我的说法很简单。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讲，坚守人性，坚守善念，坚守佛性，这是今天2014救赎的真正含义。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